一，二，门开了。三，门开了。快快快！快，他吃蘑菇中毒了！快快快！天哪，你蘑菇没熟吗？没，我他红了已经，哇，真红了！完了！哇，这个又怎么？这个怎么回事？这蘑菇泡了酒。完了，都是疯子。干嘛？蚊子，哪来蚊子？哎，蚊子，哪来蚊子？哎呦，哪来蚊子？蚊子。全体都有，起立，起立！我的，起立，立正。你，出来。出去吧，听他的，听他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真的真的，他吃了蘑菇。立正，那个是烧戏。立正，他是不是也吃蘑菇？爆头，坐下蹲，喊出来，三二一，一，二，门开了。三。门开了。有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立正，过来呀！我让你搞笑，你搞笑，我让你搞笑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立正，过来，过来，我不追你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走，走，天奇。哎，我们骑单车去看日出。今天，哦，走，哦，哇，都是金山银的 sunset。看看看，日出在那边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树？那是日出，那是日出。你没看见？我没有，我看那边，我看到三个脑门。看，哇，你看那个日出。开快点，开快点！好，哦，我安全帽戴了吗？戴了，没戴。驾照呢？共享单车。下车去，把车靠边，快点。这里虽然很美丽，美丽，但是很危险。你们这个样子。我想要对你进行一下酒驾测试。嗯，吹一下。滴滴滴滴。好好吹。我没看我吹什么。哦。那你吹。激光我们骑的自行车。那也要吹。骑自行车也不能喝酒。好好吹。对准了。对准了。干什么？你现在好朋友在我手上。谁？严徐佳。你一米五的个儿还能把他擒住？你现在想救他们吗？来，小弟给我拿着。谈什么条件？谈条件，你先把鞋脱了。凭什么？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增高垫。有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。好的，那你快把鞋脱了。行不行，哥？行不行，哥？哥，哎呦，上路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想擦鞋。我很难受，一天没擦鞋了。天奇，天奇，不要再摸我的皮鞋了。
我怀疑你酒驾，你要不吹一下？哦，昨天吃的小大蒜。你叉叉，唱日出，熊哈哈，唱日落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Sorry, sorry。而我的扫帚却只能踢飞了几对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我必须要作为安全警示员温馨提示大家。少一份食品隐患，多一份生活平安。不要再乱吃野蘑菇，或者没洗干净的蘑菇。谢谢周警。